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啊！咁咧就神係非常好嘅。我哋傳福音嘅時候啦，我哋今日咧係一個信息俾任何呢度中間未曾認識耶穌嘅，亦都咧係俾我哋中間已經信咗嘅咧去學習點樣傳福音。即係呢個咧係一個簡單嘅將福音帶出嚟，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記得。你話我聽過有啲，咁你能夠講翻出嚟咧？咁我哋一陣間都會俾大家操練嘅。操練咧就係完咗之後咧，就會操練你揾一個人咧同佢解釋呢個福音。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傳福音嘅訓練。喺我傳福音嘅時候咧，我有幾樣嘢嘅。第一就係話神係好真。咁嘅神係好真咧，我哋同不同嘅人可以講不同嘅方式，讓佢知道神好真。有時我哋經歷嘅祝福都可以神好真。咁我亦都有啲客觀嘅證據。第一神好真，第二神係好好嘅，佢係祝福人嘅。因為當人知道神咧係咁愛佢哋、關心佢哋，又真係祝福佢哋咧，係會令到有啲人咧更加想去信耶穌嘅。咁而第三咧，我哋點樣信耶穌咧？好簡單啊，三樣，大家可唔可以講得出嚟啊？第一樣係乜嘢？神係好真嘅。第二咧，神係祝好好嘅，同埋祝福我哋嘅。第三咧係點樣信耶穌？點樣跟從耶穌？咁希望大家記得啊，點樣去？首先就話神係好真嘅。同埋咧，佢會祝福我哋、幫我哋嘅，喺我哋需要事上幫我哋。咁但係咧，當然呢、這個我哋要清楚聖經所講，就係先求神嘅國同佢義，呢一切加俾我哋。有啲人話：我信耶穌，點解我都咁多問題咧？因為佢唔聽神嘅話嘅時候咧，佢咧就會生命有好多個破口啦，好多唔開心、煩惱啊，同人關係唔好啊，同神關係唔好嘅時候咧，變咗神想祝福佢都祝福唔到啊。咁你話咁有啲人話：咁咪好難咯？咁佢點樣討神喜悅咧？其實神正經話俾我聽係好容易嘅，只要我哋真心信靠佢、倚靠佢，真心咧去親近佢、祈禱、去聽佢説話咧，就算做得唔夠好，求耶穌耶穌赦免，耶穌就歡喜赦免啦。並且當耶穌赦免我哋嘅時候，我哋總之凡係努力，神都一定中意嘅。總之任何嘅努力，神都中意。一齊講一講好唔好啊？總之任何嘅努力，神都中意嘅，只要我哋想親近神就得啦。好啦。咁我哋今次咧就首先講到一啲人嘅情況先啦。好多人咧，嗱呢個都係一個引言啊，即係不同嘅人可以用不同嘅引言。咁呢度因為我哋講到呢個喜樂滿足人生何處尋，咁所以呢個咧就講到好多人想用方法尋啊。咁呢個都可以係一個福音嘅引言啊，即係呢個叫做咩啊？福音愚公，即係讓人睇啦，你追求啲乜嘢咧？有好多人咧以為物質能夠叫人喜樂同埋滿足，即係好多人以為咧。得到一切嘅嘢，世上嘅嘢我就滿足啦。咁係咪咁樣咧？那個問題就係咪有錢就一定會開心咧？係咪有錢嘅人一定開心咧？大家睇到呢啲可能大家有啲似曾相識啊。呢、這個長哥啦嚇，即係新馬仔啦。佢離世之前啊，同埋離世之後啦，屋企好多嘅爭鬧就因為錢啊。龔如心亦都係佢嘅家族裏面咧，真係好多好多嘅因為錢嘅緣故嘅。好多官司啊！李嘉誠咧宣布退休，哇！即刻啲人已經喺度，啲新聞都已經喺度追尋喎、啊！即刻話咧，會唔會屋企又有啲爭產啊？咁樣咁咧，亦都咧喺台灣有個人咧，佢係百億身家，佢死無葬身之地。佢屋企人咧唔將佢埋葬，擺咗屋企嗰度，擺咗好耐，擺咗，因為咧點解咧？佢哋即係要尋找點樣去。處理佢啲喪啊，嗰啲遺囑啊嘅問題咧，就將佢擺咗七年喺屋企嗰度。哇！係啦，即係原來咧，即係有時咧，錢都可以好類似㗎，係咪？唔一定有錢就快樂。其實好多人唔快樂，唔係一定佢係窮嘅。好啦，係咪買好多嘢就快樂咧？有啲人以為猛咁買嘢就快樂，下低睇一睇嗰個字啊，睇到就想買，買咗翻屋企就後悔。大家有冇試過咧？哇！好想買就買，覺得開心。不過咁嘅時候，亦都處理經濟有問題啦。係咪時時去旅行就會好喜樂滿足咧？係咪啊？其實去旅行嘅時候咧，末期都係會攰嘅喎。翻到嚟啊，好想翻屋企咁。所以雖然去旅行係好嘅，我唔係話唔好。不過你淨係想喺旅行得到滿足咧，可能你會失望嘅。係咪結咗婚就幸福咧？有啲人未結婚咧，就好想快啲結婚。係咪結婚就幸福咧？其實好多結咗婚嘅人就話，真係有好多嘢需要處理，
係比單身嘅時候更加複雜嘅，所以未結婚一定要學識自己處理自己啊，處理自己啲情緒、自己的問題，然後學識同人相處，先好去諗點樣啊，即係話啊，去思想戀愛啊、婚姻啊，因為咧，如果個人唔識得同人相處咧，佢就以為我結咗婚咧，有個人好愛我咧，咁我就好幸福。好少人真係會無緣無故愛一個人㗎。其實就算你點對佢好啊，佢都未必對翻你好。呢個世界人就係咁啊。就算基督徒都有好多軟弱，唔係個基督徒都識諗，即係話我應該對人好咧，我嘅整個生命豐盛。咁我希望大家基督徒會學到。但係咧，有啲人以為我結婚一定會快樂啲嘅，未必㗎。結婚咧，如果佢有問題，那個問題更加擴大好多倍啊。因為咧，佢會嗰、那個關係咧會好多問題啦。是不是長時間看電視啊、看影片啊就會快樂一點呢？又不是一定的，因為呢其實是會令到人身體不好，也都有很多的、即其實很累的，又睡得不好的，看電視多呢是會睡得不好的，因為它會影響睡眠的。是不是晚上玩手機就開心呢？是不是看玩手機，其實有些人呢就是一種沉迷的，就會看看碌下有什麼先，應該又碌下看看什麼先，只是呢是無聊得滯，其實是悶得滯，成日都要好悶好悶。點解咁悶呢？咁點解人成功人士都會好煩惱，甚至會自殺呢？點解咁成功嘅人，即係有好多人話，我希望好似佢咁成功，佢成功咗好似唔羨慕咁嘅咧？點解佢成功都有咁多問題呢？因為人嘅心中咧係有一個空洞啊，呢、這個空洞只有耶穌能夠滿足。我們只有耶穌才能夠給我們永恆的喜樂。有些人就會想到耶穌的喜樂，即是坐在教堂那種悶悶的那種喜樂，即是這樣想，他以為信耶穌就是坐在教堂聽到。其實信耶穌最重要就是有一位活著的神，這位神是非常好。有些人曾經去過天堂，去到天堂之後他才發現原來天堂這麼好，還有神這麼好，他經歷到很大的愛、很大的平安、好大嘅接納，呢、這個就係天堂嘅美好，神嘅美好。咁有啲人話天堂幾好，同我冇關，我都冇經歷到。呢樣嘢係可以學嘅。嗱，一陣間我都會邀請大家，邊個願意嘅，我為你祈禱，同埋我哋嘅服侍隊為你祈禱咧，你可以經歷到平安，神嘅同在係真實可經歷，係會幫助我哋嘅。而我哋當我哋有神同我哋一齊嘅時候，我哋整個生命會提升嘅。咁希望大家都學到。咁我每逢星期日下晝除了第一個禮拜之外，兩點到四點都是有呢個侍奉操練課程。今天可能遲少開始，因為午餐完了之後都一樣有的。我希望大家留低去學習啊，點樣認識聖經啦，點樣侍奉啦，同埋點樣經歷神啊，你就隨時經歷到。我自己咧係當我1998年嘅時候，這個布道家為我按手祈禱，係好似電流咁湧入嚟，同埋好強嘅愛，我就先至明白原來同神關係可以咁好的。因為我以前呢，其實我都有經歷平安喜樂，但我沒留意，沒那麼留意。但是那時候我留意到原來可以經歷神可以咁強烈的，那我就很多時間親近神。親近神之後呢，就每一次祈禱都可以經歷到呢他的平安喜樂、能力，並且為人祈禱他都經歷到的。那一陣間我們有位姊妹分享他跟他祈完禱之後呢，他經歷的失眠的醫治和、這個另一樣就是他本來要喝薑水的，他現在可以喝清水，因為以前喝清水他是會很不舒服的。即神可以即時做工，真的很奇妙。我希望大家看到我們這個神是一個活神，就會渴慕我們的主，我們的心中的空洞只有神能夠滿足的。箴言14:13一起讀，人在喜笑中也有憂，心也憂愁，快樂之極就生愁苦。原來人開心盡頭都可以不開心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呢，即以前呢很多時看戲，即現在那些人少了看戲，一散場出來呢，不知道有沒有一種空洞的感覺。好像呢看個戲的時候就 很熱鬧，到呢一開始打字幕呢就已經開始覺得空洞了，出門口呢世界好像完全動了。或者你同一班嘅朋友玩啊，咩 party 啊、生日會啊，跟住咧完咗拜拜，咁你就自己一個人翻屋企，或者兩個人翻屋企，行下都要分開嘅時候咧，你都係一種孤單嘅感覺。原來人咧到快樂至極
就喺笑笑笑笑，好好笑不笑完咧，又係會都會可以有受苦嘅，而且有啲人仲樂極生悲，就係開心之盡，反而咧會有啲唔開心嘅事發生。咁到底世上有冇真實嘅永恆嘅喜樂同埋滿足？好多人就好想揾到。其實呢個世界，我哋睇呢個世界可以睇到有個神係真實喜樂滿足嘅。大家會留意 B B 仔出世、細路仔出世，好好得意、好開心嘅。係人大咗好多煩惱，所以咁唔開心嘅啫。其實人神做人咧係得意嘅。你見到嗰啲小動物咧都係嘅，佢哋都係好得意嘅。咁我睇到嗰啲有時即係我睇嗰啲動物片啦，咁有隻嗰啲獵豹啊，咁咧就 cheetah 全世界跑得最快70公里啊，每100公里係嘛？可以好似到100公里。佢咧就講笑啦，嗰只細嗰只，佢攻擊啦，咁樣攻擊邊個咧？攻擊佢媽咪，攻擊媽咪。但係媽咪咧好歡喜，冇乜所謂嘅啫。即係咧，佢撲埋佢媽咪嗰度。咁咧，小動物都會好得意，即係佢哋之間咧會玩啊，開心啊。同埋咧，你睇到啲樹葉啊、啲花草樹木啊、啲蝴蝶啊、啲雀仔啊、啲海浪啊，都係好靚，都係一位愛我哋嘅神所創造的。如果你神做咗咁好嘅嘢，大家咧，你發覺以前嘅農夫係好少有憂鬱症嘅，抑鬱症嘅。但係現在啲人喺四埲牆中間咧就會有抑鬱症啦。另一睇得多電視、睇得多手機嘅人係更加容易有抑鬱，因為佢成日依賴咗呢樣嘢。呢個世界真係可以有真實嘅平安喜樂嘅。咁首先咧，呢個神係真實，我希望大家記住，我哋嘅神係非常之真實嘅。約伯記38:35一齊讀下，你能發出閃電叫他行去，使他對你說：我們在這裏。嗱，呢個咧喺而家咧幾千年之前咧，神咧就感動約伯寫呢句説話，其實神寫嘅，神話嘅呢句説話係神講出嚟。佢話你能唔能發出閃電，叫呢閃電行去對你話：我哋喺呢度。你能夠發出閃電話俾人聽：我哋喺呢度。咁呢樣嘢咧？在我們今天才有的，就算以前電報你都不會說我今天走到旺角彌敦道，是不是？因為電報傳到去都已經很久了，那你當然你可以說我現在在香港的，你可以說一個地區，但是我們唯有手機才能夠告訴人我今天走到哪裡了，現在在哪裡了。那這個閃電以前就只有閃電，沒有家裡的電了，所以形容電唯一的方法，神就用閃電。你能夠發出閃電，人梗係唔得啦，但係而家咧，人能夠發明到手機咧係用電嘅喎，能夠發出信息話俾人聽我哋喺度，咁呢個所以咧係一個聖經好特別嘅預言咧，就講到將來有一日咧係可以用手機嚟到傳遞信息嘅，我哋可以講俾人聽喎。約伯記38:35喺呢張紙上已經印咗，希望大家咧留低嚇，好啦，一齊讀下約伯記26:7。神將北極鋪在空中，將大地懸在虚空。然後以賽亞書40:22，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。呢度講到咧，神咧將北極鋪喺空中喎，因為地球嘅北極喺空中喎，大地懸掛喺虚空喎。因為人通常都覺得地係平放噶嘛，點會喺虚空嘅咧？但係因為神係萬能嘅、全能嘅，佢知道曬，亦都係佢創造嘅。而呢個世界咧，嘅人普通嘅宗教咧，都係以為地係平嘅。譬如佛教咧，佢講到個地咧係點樣樣，佢又以為全世界都係即係人住嘅地方就係印度，所以佢個有個佛教嘅地圖嘅，個地圖咧就係人住嘅地方咧就係成個印度咁樣嘅，咁就以為呢度就係全世界人住嘅地方啦。咁咧呢個係一個人嘅觀念，但係聖經咧係唯一全世界唯一嘅古代嘅經典。仲有講出而家科學家先發現嘅，原來地係懸掛喺虛空嘅，同埋呢個地係一個球體嚟嘅，所以呢啲咧好特別嘅。聖經點會知道呢啲事情咧？讓我哋知道聖經係唔係普通人寫，係真神所啟示嘅。嗱喺我以前，當我一聽到神有神咧，我已經就好想信耶穌噶啦，因為我都聽到神嘅愛啊、神嘅好嘅地方。我當時未知咁多，但我知道神係真啦，我已經好想，如果有個真神，我就想跟佢。我都希望大家都會有呢個心，如果有個真神，我想信靠佢，我想跟從佢。好啦，咁首先咧，我哋要明白聖經。有啲人話聖經以前嘅我點知啊？我都唔知係真定假。
聖經是很特別，全世界的經典是唯有聖經有這麼多這麼多的證據。譬如說中國古代這些 孔子、孟子那些記載是絕對沒有這些這麼多的記載，而有些假的製作出來的，即是譬如說有些異教他又說他有經典，但是他發覺他的古代的那些古卷是成日改的，即是他們喜歡又改一下，喜歡又改一下的。其中是有摩門教，還有其他的摩門教的經典最初的和現在是已經改了很多的。但是聖經的古卷，這裡有主前650年的舊約的銀卷，是用銀做的這個古卷，然後主前300年發現的舊約希臘文的譯本70士譯本和死海古卷，即這些都在耶穌之前已經有的古卷，是跟我們今天的聖經基本上一樣的。有些人說聖經有些不同，但聖經那些不同呢只是抄寫上的輕微的不同，基本上的意思是一樣的，那個不影響神學，即是說它的教導是沒有影響的，但在其他的經典呢，聖經以外的經典是那個教導改變，它直接將個教導改變的。譬如摩門教以前就說呢，黑人是不可以上天堂的，黑人不可以做這個祭司的，但現在他們是轉了的，這個是一個教導上的改變。他那裡對不起，我不肯定他是不是說黑人不行，不過 肯定黑人是不可以做祭司，還有他是說到他是受咒詛的。這件事就是摩門教以前起初的時候那種的教導。那這件事有什麼重要性呢？原來聖經一早已經講了，就不要說哇以前沒有的。而聖經呢很特別，就是它翻譯了做很多不同的語言。在耶穌未來之前，已經舊約聖經希伯來文翻譯了做希臘文，以及有不同的語言，在當時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古卷，而那些古卷都是基本上是一樣的，就讓我們知道原來聖經是一早存在。所以以下所講的預言呢，聖經預言基督要來和這個世界發生的事呢都是準確的。其實聖經預言有幾百個的，不過我現在講少少而已。好啦，首先這個釘十字架預言，我相信大家聽過啦，我上個禮拜講過，不過記不記得呢？記得是詩篇22篇，其實14節開始的至18節，不過我就選了第15到18節一起讀啦。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片，我的舌頭貼在我硬床上，你將我安置在死裂的塵土中。16節，他們讚我的手我的腳，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裏衣沾溝。咁呢個預言咧特色，其實就係主前1000年嗰時未有釘十字架刑罰，佢點知道將來有釘十字架呢？即係按照人嚟講，係講唔出手腳被釘穿，係當時冇呢樣嘅刑罰嘅。而大衛本人係一個王，佢從來冇呢件事發生過。佢點解會自己喺度講過人哋釘穿我手腳腳咧？因為大衛嘅後裔就係耶穌，佢就講到咧就係耶穌佢親自經歷到，可能佢喺個奇異的經歷，經歷到他進入耶穌的經歷，就經歷到手腳被人釘穿，他就將這件事寫出來。在詩篇22篇裡講到，我的神我的神你為什麼離棄我，他就經歷到耶穌在十字架上那種神的分離，也都經歷到他分了他的內衣和女衣和外衣。這個呢講清楚應該是分外衣，但女衣是一件過的，所以是尖溝抽籤，即是而家嚟講啊，釘色仔啦，釘色仔睇邊個兵丁啦，收到佢嘅底衫。咁咧，即係聖經一早已經講定，而經過咗600多年之後，先至有波斯人咧發明呢個釘十字架。而喺主後300多年咧，羅馬人就取消釘十字架刑罰。所以喺呢大約係600多年嘅時間之內，耶穌嚟到嘅。咁聖經係好清楚講到耶穌釘十字架，所以咧呢個預言亦都係俾我哋好睇到好清楚，聖經係清楚講到耶穌嚟嘅刑罰，亦都係呢個刑罰咧係最羞辱嘅，因為除曬衫嘅，就俾我哋睇到神係預備呢個刑罰咧，神係使用呢個刑罰，唔係神感動人會有呢個刑罰，而係人嘅罪性。對唔住啊，人嘅罪性咧會諗到呢咁殘忍嘅刑罰。但他想到一層刑罰，神就使用他讓耶穌去經歷，去為我們代替我們受這個最大的羞辱。
呢個圖咧就係俾我哋睇到啦。主前一千年喺邊度？大衛預言釘十字架。過咗六百幾年之後，三百幾年，主前三百幾年，波斯人就發明釘十字架，又後來耶穌先釘十字架嘅。咁同埋另一個預言咧，就係講到咧喺出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至有基督嚟嘅時候係六十九個七。嗱呢樣嘢都係好清楚準確嘅。點樣知道咁準確嘅時間？同埋耶穌嚟之後就俾人殺死喎。呢個另一個經文講到基督咧喺舊約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，有三個身份係受膏者，基督即係受膏者嘅。舊約就係尼賽亞呢個名詞啦。有三個身份係咩身份啊？係王、祭司同埋先知。而耶穌係三個身份都有，這個身份非常之尊貴，所以大衛咧唔敢殺掃羅。雖然掃羅唔聽神嘅話，佢係王嚟喎，而大衛有機會殺佢，佢就話：我唔敢去傷害神嘅受膏者，神所高立嗰人，我唔敢去傷害。但係呢度講到呢個受膏者係俾人殺死喎。殺死之後咧，又有王嘅民嚟到將呢個城毀滅，又一直打仗到底啊！哇，受膏者都俾人殺死喎，同埋呢個聖城係咁寶貴都俾人毀滅。咁所以呢個預言對以色列人嚟講咧係非常之難以想像，即係好似我用個比喻，中國人會話有個中國人咧話：哇，將來咧我哋嘅首都會俾人拆毀曬㗎，俾人咧一路打仗到底咁。咁啲人梗會鬧佢，你冇搞錯，你係咪中國人啊？點解你會講到中國人嘅首都會俾人拆毀啊？即係中國人唔會講呢啲説話啊，係話自己嘅首都俾人拆毀㗎。但嘢咧就講到將來咧會係一路打仗到底喎，咁先慘喎，唔係淨係拆毀喎，仲要打仗到底喎。咁所以呢個預言亦都係非常準確嘅。喺下面嗰度最底嗰度嘅細字嗰度讀下，我哋再讀一讀下《但以理書》九章廿五節。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，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。廿六節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，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者城和聖所，必有爭戰一直到底，荒涼的事已經定了。哇！真係講到都係唔好嘅嘢。咁有啲人話：咁啊點解咁唔好嘅會發生呢？因為基督就嚟受苦，代替我哋受死，等我哋能夠得到赦免，叫我哋能夠得到永生。咁啊，點解中東要打仗打到底啊？點解以色列要打仗打到底啊？因為佢哋一路唔聽神嘅話，神係管教懲罰佢哋。但係後來咧，佢哋係會信主嘅，有更多而家越嚟越多嘅猶太人信主。咁亦都有好多咧喺異象中見到耶穌。雖然呢個預言係講出咁多困難，但係咧都係準確嘅，講出耶穌嚟嘅時間由幾時計起咧？由以斯拉記九章九節嗰度講到。以斯拉翻去嘅時候，佢可能有一部分時間係重建耶路撒冷嘅牆門。喺以斯拉記九章九節下面嗰度講，使我們在猶大和耶路撒冷有牆門，佢可能起一啲牆門。所以喺嗰陣時開始計，直到基督出現嘅時候，主後廿六年。點解廿六咧？唔係三十咧？因為定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定呢個公曆嗰、那個一個修道士咧，佢計咗四年左右，三至五年左右啦。咁啊，攞個中間數係四年，咁即係耶穌咧，佢受膏係主後廿六年，就佢三十歲嘅時候。咁由主前四五七至到廿六咧，加起上嚟就啱啱係六十九個七，即係六十二個七加七個七。咁呢個咧就係睇到聖經嘅準確，同埋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毀滅，又俾我睇一樣嘢喎，即係話基督嚟嘅時間一定喺主後七十年之前，而真係咧耶穌喺主後七十年係嚟咗嘅，有耶路撒冷就毀滅。按照聖經的預言看得到聖經所講的是必定應驗。這個是一個圖，這個另一個圖就講到另外一件事很特別的，就是會將耶路撒冷重建。因為呢當時的聖殿已經重，大家看看586年的時候聖殿 被毀，然後516年重建，到耶穌的時候500年的屋已經，即是聖殿已經很殘舊了。神就感動一個很殘忍的希律王，他是殺了三個仔和他太太和岳母的，但是他居然會有感動去重建，就是將這個聖殿擴建和修理。因為聖經講一句說話，神話就一定會應驗的，馬拉基書三章一節，一起讀啊。萬軍之耶和華說，我要差派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，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，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，快要來到。
嗱，呢個差遣使者喺我前面預備道路，呢、这個就係講到施洗約翰啦。我啲差遣使者喺我前面喎，即係講到嚟嗰個係邊個咧？係神嚟噶。耶和華，我要差遣使者喺我前面，即係耶和華面前喎，預備道路。所以呢度係講到耶穌就係神嚟噶。然後你所尋求嘅主，呢、这個主咧喺舊約咧就係神咁解嘅。你所尋求嘅神咧，會忽然間入佢嘅聖殿。咁咧立約嘅使者就係佢同我哋立呢、这個啊新約嘅，即係將來會立呢個新約。佢咧會係你所仰慕，快要嚟到。所以我哋又睇到聖經又將呢個耶穌嚟嘅時間好清楚，同埋講埋嗰陣時耶路撒冷毀滅。咁呢啲咧就係我所講嘅聖經嘅啊預言嘅準確啦，就係話呢度主前19年。嘅時候開始重建聖殿，啊就嚟耶穌嚟咯喎，主前19年，爭19年啫喎，就重建喎，然後咧耶穌就嚟啦，然後後來主後70年就被毀，咁所以個時間只係89年，70+19咪89啦，係咪？即係個重建嗰、那個靚嘅聖殿只有89年，就係預備耶穌嚟嘅，係好特別好特別嘅，聖經嘅預言係好特別。所以聖經肯定在耶穌未來之前預言了什麼呢？我們一起讀一下，未有釘十字架之前預言主釘十字架，預言主衣服被人除掉，不是常例，因為很多人都是穿衣判死刑的嘛。神忽然進入聖殿，希律修殿15年，主降生，出靈重建聖城，至主受膏是483年，由主被殺之後，外人來毀聖城和聖所，聖城就會有爭戰到底，中東戰爭。嗱，呢一個大家可以用嚟傳福音嘅，即係話喺耶穌未嚟之前，未有釘十字架，已經預言佢釘十字架啦，又預言佢釘佢衫除咗。但係當時即係任何時間都係嘅，判死刑係通常都著衫嘅。然後咧，主會忽然間入呢個聖殿喺主前，因為主降生係主前4年啊嘛，主前4年，佢係主前19年，即係15年之前。在耶穌降生之前15年就修理呢個聖殿啦，同埋擴建佢啦。咁咧，然後咧，耶穌嚟到呢個聖殿，然後咧，從命令出建造耶路撒冷至到耶穌嚟嘅時間69個7，即係483年。然後主耶穌被殺之後咧，外人就係羅馬人嚟毀滅聖城同埋聖所，同埋咧就會打仗到底，到而家都係成日咧，中東係成日都有戰爭嘅。好啦，咁第二點咧就係講到神係可以經歷，神能夠賜俾人喜樂滿足嘅，即係我哋嘅神係真嘅，但係同時佢係一個祝福嘅神，係一個令到人享受嘅神，令到我哋生命享受嘅神。嗱，如果中間有基督徒咧，我唔係咧，我唔係好享受嘅咧，咁我哋就揾下我哋生命有啲乜嘢破口啊？即係可能我哋同人相處唔好啊，可能我們經常都發猛疹，處理不到情緒，這些全部神都有教怎樣處理的。在我初信耶穌的時候，我未曾懂得得勝無曲，這個輕鬆得勝我未懂，但是那時候神已經教我，人家罵你你不用放在心上，在我初信耶穌已經懂得這件事情，所以呢我就捉實耶穌，有人罵我我都 不介意，我就在神裡面得到喜樂平安。即我發覺我初信耶穌的時候都未學識，亦都我冇同教會人講，喂，我俾人鬧我唔開心，我又冇同佢講喎，我就係自己信耶穌之後，我就自己處理同埋祈禱就處理到。所以我哋聽話嘅時候咧，你就神就會祝福。俾咗你聽話願意委身跟耶穌咧，耶穌就會祝福你嘅生命啊！耶穌就會喺你嘅生命中做偉大嘅事。咁如果你話哎呀我都係唔掂，咁我鼓勵你可以揾我，或者揾你嘅家長，或者揾我哋中間嘅領袖啦。我們的傳道人可以幫助你處理生命，怎樣能夠享受神的生命，讓你不要活在一種痛苦之中，我們很樂意去幫助你的。好了，那到底可以怎樣經歷到神呢？神的祝福呢，第一就是神是成日陪伴所有信祂的人，還有未信的人呢，神也其實去感動這些人去信主，不過很多人就不聽話。我一齊讀下詩篇139篇第5節，你在我前後環繞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神是永恆祝福我們的，永恆服侍我們。尤其信耶穌的人呢，我們就算不聽話的時候，聖靈都會感動叫我們知罪，即是聽話的時候神就感動，不聽話的時候神都感動。所以我們知道神是很真實，希望我們呢都會呢
哇！感謝耶穌，耶穌感動我，耶穌吸引我，耶穌俾我喜樂平安。嗱，喺我祈禱嘅時候，我成日都會咁樣做嘅。嗱，我示範一次啦。哎呀，好平安！哇！神而家嚟緊祝福我，我而家享受緊神。我咧就會好似點咧，同神連接過。我諗到呢個喜樂平安嘅來源，我去到呢個喜樂平安嘅來源嘅源頭嗰度。當我去呢個源頭咧，我就會好多時感受到神俾我啲意念嘅。嗱，我再解釋一下。當我一親近神咧，我就發覺成個人咧輕飄飄嘅，即刻平安、喜樂、輕鬆。你見我而家好似飄飄地咁啊！好啦，當我感受呢種平安，感受到神嚟到我身上，我就會去呢個源頭啦。好似我嘅靈魂飛去神嘅源頭，我就會咧感受到不同嘅時間，感受到神點樣去祝福佢嘅子民啦。神臨到我身上，有時神將一些意念給我，即我會跟神連結，神不斷服侍我們，我一路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神的喜樂來到，我就會感受到神就喜樂的神，我就跟他連結。那這個是需要學習的，我們中間有些人學習都跟著我一起就有喜樂，剛剛分享的姊妹，我跟她祈禱第一次她已經有些喜樂，那真的會神會給我們有喜樂的。羅馬書五章五節，一起讀下。聖靈將神的愛轎灌在我們心裡。當人與人之間有愛的時候，我們會在思想上明白愛，但不會有些愛轎灌的，即你譬如你愛有個人，不會說他一說我愛你，即從一聲即有些愛湧入來的，即不會這樣，你只是覺得思想上覺得他愛你，所以很開心而已。但聖靈真的會這樣的。有些人我未試過，你試過你就要試了，就是怎樣去愛慕神呢？神的愛真的會來到，我自己經歷很多次，想耶穌呢，神的喜樂、神的愛是可以即時來到，這個是經過很多時間去喜歡神、感謝神、享受神、處理生命的時候，我們的靈就通了，放下一些垃圾的時候，你就可以完全經歷到的。我們在我們下午星期下午的侍奉操練課程就會幫助人怎樣去經歷，我們都為很多人祈禱幫助他們。這裡講到一些我們可以在神裡面經歷的事情，這裡我們就不是讀經文，就這樣講一講神會給我們平安。你喜歡可以拍了它，給我們平安。還有其實個 PowerPoint 全部都是教會的，你拿手機回來跟教會說麻煩我想要葉牧師那些PowerPoint， 他就可以給你的，會有平安的，輕鬆的，勞苦擔重會輕鬆的，可以有愛的，會醫好傷心的人，我們多傷心都好。其實我們曾經試過幫過很多人傷心，祈禱他即刻說經歷到平安和愛和輕省，不過有些以後不聽話，以後不聽話他又沒有了，這個在乎我們有沒有聽話繼續親近神，還有可以趕鬼醫病。這個世界真的不難，那些其實中文聖經翻譯的時候寫趕鬼，其實是趕邪靈，因為它原文是 demon 趕邪靈，我們可以趕邪靈和祈禱醫病，還有有喜樂，可以有開心，還有身體會舒服的，你有痛症也好，你祈禱你發覺那些痛症會減輕的，還有可以醫治失眠，還有會得著能力去傳揚福音和做不同的，有聰明智慧的。好啦，同埋咧，神又做我哋嘅身體咧，本身有開心荷爾蒙。呢啲開心荷爾蒙，當我哋冇壓力之下就會出嚟噶啦。當我哋煩惱咧，就會攔咗啲開心荷爾蒙。點解咧？當我哋譬如有賊打你啦，咁你就會嗰啲力量去曬個手同埋個腳，咁咧幫助你逃走或者係保護自己啦。咁嘅時候咧，血就去曬手腳，咁就唔會發出呢啲開心荷爾蒙噶啦。但係當你放鬆啊，你放鬆曬嘅，一路諗住耶穌，你發覺咧個身體好似有啲好舒服嘅感覺出嚟嘅喎，呢個咧就係啲開心荷爾蒙開始出嚟啦，就係神做我哋好特別嘅。呢度下面咧就有幾種嘅，嗱呢個名係我俾佢嘅，即係令到我哋開心嘅荷爾蒙。我一齊讀一讀箴言十七章廿二節，喜樂的心乃是良藥。以賽亞書三十章十五節，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。就有開心咧，就係良藥啊！開心嘅時候，你嘅身體咧好舒服咧，就會出呢啲好嘅荷爾蒙，令到你身體更加健康啦。同埋咧，你得力在乎平靜安穩，就係當你平靜嘅時候咧，你就有力量啦。原來神咧咁好喎，
叫我哋有力量，叫我哋咧身體得醫治，叫我哋咧成個人輕鬆曬。咁當你有呢啲好嘅荷爾蒙出嚟，有咩後果咧？下面一齊讀一讀：開心、舒服、健康、減壓、好睡眠、心靈更健康。你想唔想啊？想。係咪個個人自動有嘅呢啲？唔係喎，因為好多人咧煩惱，所以唔好嘅。但你喺耶穌裏面，你輕鬆咧係可以有嘅。如果你冇咧，係因為你有啲嘢棘住咗。咁嗰啲地方我哋可以幫助你嘅。同埋咧，神定一個計劃係俾個個基督徒嘅，每一個信。咁你話我未信啊，咁點咧？你只要信就得㗎啦。你信靠耶穌，捉成耶穌。有啲人話咩信耶穌咁㗎？你淨係信，你做乜都得。嗱，聖經唔係咁講喎。信著情欲散，總必從情欲收敗壞。你信著自己的情欲咧，係會收敗壞，唔係信耶穌任你做乜嘅。所以耶穌我哋就悔改，跟從耶穌嘅生命方式，你就一路越嚟越豐盛。咁你又咁樣跟，又好難喎。咁你好難，你求耶穌赦免，求耶穌幫你，耶穌就好歡喜幫你嘅。所以跟耶穌咧係唔難，你做得唔好，你就求耶穌赦免。然後你即刻做到，神就即刻欣賞。咁有啲人話：咁我利用神啦，我做好多唔好嘅，跟住我求耶穌赦免。神都知㗎，你唔好以為神好蠢先得㗎。即係有啲人以為神好蠢啊！我咧就犯好多罪啊，又去咧，譬如有啲男性啊，我追好多女仔啊，去利用佢哋啊，咁跟住咧我就悔改啦，咁我咪得到好多甜頭咯咁。神係知道嘅，犯罪一定有破壞性嘅，所以千祈唔好以為我犯咗罪咧，求主赦免咧，我就甩爛啦。係犯雖然神赦免，但係必定有佢嘅後果嘅。當你聽神的話，你的生命就蒙福了。我一起讀下詩篇139篇16節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到日，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，其數何等眾多。原來神已經寫曬了，神已經寫曬整個生命，寫曬天上的冊上，是最好。只要你聽神話呢，就是最好的。這裡講到耶穌基督有什麼好處，為我們做什麼，我們一起讀一讀，由左上面讀起。主是生命，神能復甦生命和靈命。跟住咧，主安慰和加力量。主是醫治者，他醫治我們全人。主是好牧人，他牧養照顧開路。主帶領，主提升我們。就係神咧會做好多嘢，佢係生命，佢能夠復甦我哋嘅生命同埋靈命喎。佢能夠安慰同埋俾力量我哋，佢係醫治我哋成個人喎，身心靈全部都醫治，等我哋開心快活。有醫治家庭，如果你家庭有困難，我哋都可以幫助你點樣處理家庭嘅問題。主係好牧者，去牧養我哋，照顧我哋，為我哋開路，又帶領我哋，又提升我哋嘅生命。所以神係最好。好啦，點樣可以進入呢個喜樂滿足嘅人生咧？第一就係認我哋嘅罪啦。約翰一書一章九節，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嗱，呢個認罪係即係話，首先有懊悔啊，即係唔好覺得哇，我係咁以認罪啦，係真心話神啊，我真係需要你赦免我嘅罪。我知道罪係破壞性，神係惹你發怒嘅，求神你赦免我嘅罪，洗淨我嘅罪，真心嘅悔改，諗翻自己做錯嘢，即係神啊，我真係不配，我真係咧做過好多唔好嘢，我點樣嬲個人，講大話，利用人，貪便宜。心中污穢的意念，有貪錢啊，冇敬拜真神，去拜偶像啊，去總之任何嘅唔好嘅嘢，神都係會追討嘅。咁有啲人話：我基本上係好人嚟嘅喎，咁神都要追討咩？基本上好人都好，我哋心中人人都一定有自私，一定有污穢嘅意念嘅。呢度有冇人係冇㗎？佢手聽有冇？有冇人係冇？即係冇污穢啊？冇自私啊，冇貪心啊，冇諗埋啲唔好嘢，冇偏重大話，即係講大話之前我咪諗一輪嘅嚇，我都試過諗完點樣講完大話，你唔知道我哋講大話啊嘛，即係我哋個心係會咁樣，呢啲都係罪。咁同埋咧，好緊要就係神嘅好消息啦，因為福音三章十六節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呢個係好大恩典嚟㗎，因為咧不至滅亡，即係應該去邊度咧？係滅亡嘅，因為我哋有罪啊。神係好聖潔光明，有罪唔去得到佢嗰度㗎。當我哋整個人生裏面好多次嘅罪，其實我哋一生人犯過幾多次？犯過幾多次罪咧？無數次嘅罪，
一日諗一次唔好嘅嘢，根本咧就一定唔止嘅。咁你咁多日加埋嘅時候有幾多次咧？咁多嘅罪係應該滅亡，但係神愛我哋，因為佢唔想我哋沉淪，所以佢就差耶穌為我哋死。但有啲話，如果神愛，咁你咪當冇事咯，全部算數咯。但因為神嘅聖潔，佢唔可以當冇事。神係聖，佢一定要追討罪，佢不以有罪的為無罪。犯咗罪，佢唔能夠當我哋係冇罪，佢一定要追討，因為佢係聖潔，佢一睇到人嘅罪，佢唔能夠忍受，所以佢一定要按照佢嘅性情去懲罰。所以咁樣天堂先會冇罪。如果佢由得啲人啊上天堂啦咁，咁天堂裏面咧，哇，應該又鬧交啊，應該又紛爭啊，應該又整埋好多唔好嘅嘢嘅。所以我哋知道天堂係極美好嘅，因為神係聖潔又係慈愛嘅。好啦，我哋點樣得福咧？因為亞瑪太六章三十三節，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。就係我哋一定係追求神嘅事。咁有啲人話，咁你神即係利用我啦，我要追求你啲嘢先得。原因因為神嘅嘢係先係好嘢啊。世上嘅嘢，人通常追求咩咧？錢啦、啊，錢又有咩咧？我自己可以買嘢啦，即係自己得到乜嘢？通常一個人結婚嘅時候會話：啊，我真係咧要對呢個我嘅配偶咧，真係要啊善待佢，真係咧令到佢日日都開心，日日都快樂。通常人結婚係咪咁嘅咧？通常咧都係話，我咧就希望咧佢又俾幾多嘢我，佢點樣照顧我啦，點樣對我好啦，啊咁我成日都有個人同我一齊啦，啊咁我就好快樂。通常人都係咁諗嘅，好少人話我要點樣對嗰個人。譬如有個人拍拖，佢會話俾朋友聽咩咧？啊，我而家揾到個人，我要愛佢啦，我要祝福佢啦，唔係咁講嘅。哇，嗰個人好靚㗎，好有錢㗎，好叻㗎，乜都有㗎。我娶到佢，我同佢結婚，冇死㗎咁。梗係講呢啲啊，梗係我得到啲乜嘢嘅？人都係要得到啲乜嘢，所以人嘅心聖經講係敗壞嘅，人心比萬物都詭詐。但係神嘅國度咧係祝福人嘅，所以如果你揾到一個人，佢係成日諗住祝福人，呢個先係一個善良嘅人啦，先求神嘅國，成日關心神嘅事，好想人進入天國。進入天國係好有福嘅。嗱，有啲人喺一啲困難嘅時候就想移民啦，咩國家嘅國度國籍咧最好啦。但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咩國家呢個世上都有問題。呢個世界冇一個國家係冇問題。你去到咩國家，而家有一日都要離開呢個世界，你嘅生命都要結束。但係進入天國，咁你話？你都要離開世界啫，不過我離開世界只係一瞬間，我就去到一個極之美麗快樂嘅地方。咁有啲人都唔知係真定假，你未見過。第一，我哋憑聖經，我哋睇到聖經嘅證據，我哋知道真係有天堂地獄。第二，有好多人去過又翻翻嚟，而呢啲人有好多係非常之有公信力嘅，有啲係嗱有係好特別，就係佢係無神論者，因為無神論者都係會反對基督噶嘛。但咧佢有啲人咧，當佢死咗之後，佢咧就見到啲邪靈搞佢，咁佢嗰時即刻就諗翻佢細個去過教會，佢諗翻耶穌嘅，耶穌啊救我啦，咁啊耶穌即刻救翻佢喎。有啲甚至係去緊地獄嗰條路啊，跟住翻轉頭，有啲咁嘅人，神俾佢翻到嚟，由佢話俾人聽，喺網上有好多咁樣嘅故事，亦都咧有啲人咧係異教嘅，佢一路以為佢所信嘅係真，由佢話神啊，你到底係邊個？跟住佢係見到耶穌啦。所以俾我睇到，真係呢啲人本來敵擋耶穌，佢後來都會信耶穌嘅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睇到呢個神真係好好嘅。你先求佢嘅國，好想多啲人得救，同埋咧讓神喺你嘅心中做主咧。咁嘅時候，同埋你先求佢嘅義係咩意思咧？遵從神嘅吩咐，呢啲一切都會加俾你，你整個生命就會蒙福。我哋人能唔能夠把握自己嘅生命蒙福？我想問大家，你能夠把握？你能夠把握你將來結婚一定是快樂的，你一結了婚，你能夠把握你的婚姻一定美好呢？你能夠把握你的仔女個個都乖呢？實際上是很難，但是神是真的能夠祝福的。只要你聽神的話，跟從神的路，神是可以祝福你的生命的。那這一切就會加給你了。同埋咧，親近神係非常緊要嘅。詩篇十六篇八節，一齊讀啊！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邊，我便得自搖動。因此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
當我哋想得到神嘅祝福，我哋咧就係時時咧親近神，將神擺喺我哋面前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嘅心就歡喜，我哋嘅靈快樂，我哋嘅肉身安然居住。當我哋想得到滿足快樂咧，我哋時時去親近神。係有啲人覺得好難，我哋咁諗啦，親近神就係加油站。每一次你話耶穌幫我咧，神嘅力量喺你身上，你就會經歷神嘅祝福，你會經歷神嘅幫助。嗱呢一陣咧，我想請一位姊妹咧分享，咁咧係分享咧，我為佢祈禱上個禮拜日啫，就牧師幫我祈禱，咁我就同埋你個女嚇。係啊，咁樣我女我就瞓得好好，嗰晚咧就大約12點瞓到第日8點幾，即係瞓得好耐。間中都有去洗手間，但係去完就好快就瞓翻著。之前點樣㗎？平時咧去完洗手間，通常4點到就醒去洗手間，去完咧就喺張牀度點或者點到天光都瞓唔著。有陣時點個幾鐘咁先至會瞓翻，但係瞓翻都係唔肯起身，即係硬係覺得自己瞓得未夠。咁起身都係好攰，但係經過葉牧師祈禱之後咧，就瞓醒咧，成個人好精神，同埋好舒服，有體力去面對一日嘅生活。平時咧係唔得嘅，我去到3-4點我就好攰好攰，咁就要瞓晏覺，瞓到一瞓就瞓，因為要面落床成1個鐘先瞓得著。咁瞓得著又唔願起身喎，咁結果咧就喺張牀度2-3個鐘先至起身。咁到到夜晚咧，因為日頭瞓多咗，夜晚咧就又唔想瞓，好夜先瞓得著，即係交到個生理時鐘都亂曬。同埋你本來要飲薑水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我隻手受咗傷之後咧，就成日都痛，即係一個痛症咧，就係好痛苦。咁就心情又唔好啦，咁瞓得又唔好，變咗個體質好差，好寒嘅。咁長期都唔開心，即係心情係低落到，即係跌咗落，好似跌咗落個氹嗰度，起唔翻上嚟。咁我要去揾人去按翻鬆啲筋啦，同埋要飲姜茶提升翻嗰個體力嘅，補充翻啲熱量。飲水有咩效果啊？飲水就唔想飲，飲完個肚就覺得脹，有想嘔嘅感覺，同埋覺得好渴。咁又過咗星期日祈禱之後點樣咧？祈禱之後咧就硬係個心覺得我唔需要再飲咁多姜水啦，咁樣就個禮拜開始飲少咗好多啦，即係直情唔想煲添啊，因為要煲4個幾鐘。咁飲水而家點樣咧？飲水覺得好舒服。咁就出現好大改變，個心情又點啊？心情就開心翻啦，同埋咧祈禱之後咧，本來我隻手受咗傷啊嘛，右手受咗傷，變咗用曬左手力，左手都出咗事，即係變咗兩隻手都痛。咁咧長期都抹抹緊，咁祈禱之後咧，我好明顯覺得即係兩隻手好似啲毛孔開咗，好似釋放咗啲嘢出嚟咁樣，就冇咁攰。咁你個女祈禱之後點樣？我女平時瞓得好差，但係嗰晚咧就一次過可以瞓到6個鐘。我問佢舒唔舒服，佢話好舒服。感謝主，榮耀歸俾主，呢個神嘅工作，唔係人嘅工作。我只係話咧，神係好真實啊！佢榮耀神，咪榮耀我，係神俾我哋嘅能力。原來信耶穌可以咁好嘅，亦都可以帶住能力祝福人。大家想唔想啊？我希望大家都真係咧。渴慕神，Win-Win 話彈琴，佢而家喺咩度啊？喺呢時候咧，我想大家咧，我哋唱呢首歌嚇，就唱呢首。我起個音先啊！未有聲，OK，係咪嚟緊啦？係嘛？親愛主，牽我手，建立我
令我走，我路途布满雾，看不透。你引路过黑夜，终于危难同渡过，皆因你紧握我。真的有位创造天地的神，但有很多人做一些假神，但我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如果你真的说神啊，我想你，我想你真的呢祝福我生命，带领我生命，在这个心里面首先你回应了。首先我现在唱回第一节，大家可以合埋眼去听这个歌词，然后你说我心里说神啊，我想你祝福我，神是会祝福你的。真爱主牵我手，牵了我领我走，我路途布满雾看不透，你引路过黑夜，遭遇危难同渡过，皆因你